们今天来继续纠缠未完成的话。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啊，应该知道舒伯特第八交响乐叫做未完成交响乐。木心先生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他说其实这部交响乐已经完成了啊。我不同意，我觉得真的没有完成。因为在十八九世纪，一部交响乐要有三个乐章或者四个乐章，就跟法律一样的。舒伯特第九交响乐就规规矩矩四个乐章，所以木心其实还说过另外一句话，他说在古典艺术里面一个格式啊，很多艺术家几代艺术家都不敢跳出来，这是真的。到了十九世纪中和下半，舒曼和布拉姆斯的交响乐，还有其他一些交响乐，你蛮难找到只有两个乐章的交响乐。可是木心是对的，他用现代的意识来看待未完成交响乐，认为那两个乐章足够完满，不可增减。那我想我也没错，因为我是从传统的一个标准去看这部交响乐。我有时候会想，如果顺着这两个乐章的思路舒伯特写出第三第四乐章也会很好听。但我翻回来一想，就整个音乐史如果少了这么一个未完成交响乐，其实也很乏味，蛮遗憾的。有一部在那儿了，非常有意思啊。舒伯特的未完成原因不明，是天意。梵高的这个未完成呢，一目了然，是人事，其实属于技术的范畴。我们今天从画本身来追究他这个未完成啊，为什么会被接受？上次是从另一个原因就是一个定见一个画家的身份自己顾自己这样去谈。我记得贡布里希在谈话当中还说过，他认为定见的时代是一个好的时代许多伟大的作品是因为定见，而未必是因为自由创作。我们今天从绘画本身来谈，也是一个点，非常非常简单就是看你这幅画是在户外当场完成，还是在房子里画室里慢慢画完的。画画的人知道，你在画室里慢慢画和在户外写生千差万别这里面最大的差别其实是个时间，是个速度。那户外写生这个光景变得快，你必须迅速下手那么屋子里完全不一样了你慢慢琢磨，你不用改咱们别说远，就印象派之前的巴比松画派其实就已经画了很多外光，米勒、科罗杜比尼、罗梭都已经出外弄把伞然后在那儿画春夏秋冬，画日暮晨昏很精彩。那么科罗是其中最有天分的一个写生画家他直接影响了印象派他也不少画是在户外就画完的，但是他有时候会分两部同一个景别，他就画两幅画，一幅是回家根据写生慢慢琢磨出来画得更细也许市场需要那样的画其中有一幅叫南尼大桥，有一幅小小的就是当场画完的，另外一幅比较大是回来以后琢磨的构图也有点变，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么到了二十世纪一个很重要的评价，我这会儿一下想不起他的名字，他说还是前一幅写生的好。印象派的贡献说来说去就是光线色彩可是此前几百年画家不琢磨光线不讲究色彩吗？绝对不是。印象派哥们率先走出的一步，其实是在户外当场完成一幅画，意思到了就收摊，老子回去不画了。所以一年到头蹲在野地里当场画完，此前几百年的画家不是这么干的。
梵高在阿尔的画展，我注意底下的日期注明，吓坏了。他一天画一幅，顶多两天一幅。画画拼的是感觉、才能、经验、状态，顶顶起码一条是拼时间。十九世纪之前的一幅画，画个把月、大半年，甚至更久，很正常。可是，一天、半天、几小时画成一幅画，恐怕是从印象派开始。莫奈的《日出印象》，他就是要捕捉六点钟那一瞬的耀眼景象，他认为捉住了，他就回家。回家途中，太阳爬高了，另一种辉煌的光景出现，他会换个日子去画八九点钟的太阳。比他早几十年的英国人透纳早就画过壮丽的日出，可是招法还是传统的，诸位一看就看出来是在画室细细的琢磨出来的。问题还不光是快慢，而是一旦当场画完一幅画，你的手会放开来啊，你有点手忙脚乱的，哎，你笔触就会放开来，那种种意外的奇妙的好看的效果出来了。这个是对画家巨大的诱惑啊，无穷无尽的一个诱惑。颜料、笔触、涂抹、覆盖，这本身就是美感，本身就是快感。那么古典画家的色彩、笔触，其实千方百计是为了画出那个对象、那张脸、那片风景啊。那到了印象派，他们半自觉地做到这么一件事情，就我今天找个对象画苹果花啊，然后太阳下山啊，或者一个人，我找这个画其实是个理由，是为了反过来玩我这个笔触，玩我这个颜色。它带来什么后果呢？绘画自由了，放开了啊，绘画懂得跟媒材玩啊，就是你手上的笔和颜料这块布，跟这个媒材玩。那么这种意识在印象派那里是半自觉的，到了皮卡索、马蒂斯那儿就自觉了。马蒂斯曾经就有一些太太问他，就你画的这个人体怎么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身体不是这样的。他说 Madame， 他说我不是在画一个女人，我在画一幅画。你可以说这个是狡辩，但是从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这种绘画跟媒材玩在他们那儿已经开始自觉了，但起头做的是印象派啊，尤其是后印象派的几个傻逼啊。那么我们来看马奈的《莫里索肖像》，不大的一幅肖像，草草几笔。你在传统的角度看，就刚刚起个稿子啊，还应该画下去，一直到画完。可马奈不画了啊，他觉得这几笔漂亮，这过瘾，他停下来。这幅画现在被认为是肖像画的神品啊，介绍马奈的画册通常都会登这张画。可是，在马奈画出这幅画的时代，这历史绝对不是由他说了算。啊，这样的话公众看不懂，画商也不要，还会骂他。那差不多这个时代是1870年左右啊，大家要是记得这个梵高的初学的话，是1880年到83年。那梵高那会儿不知道在哪儿，还没开始学画呀。那么，户外流行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这个吸管颜料啊，是生产出来了。那么吸管颜料方便，你可以携带到任何地方画画。此前很好玩，此前17世纪、16世纪那种现代的工艺还没出现，那个颜料有一度是装在那个猪尿泡里头，更早的时候就装在玻璃罐里。我到伦勃朗家里去看过啊，他调颜料那些罐子，那没有吸管颜料的，不是这么挤出来画的。但这个话题呢，不能展开，因为它牵涉到绘画和媒材的关系，今天不说，啊。我还是叮嘱一点啊，就是一幅画怎样才算画完啊，是印象派提出的一个颠覆性的问题。问题是颠覆性的问题都会要付代价啊，印象派的画家一辈子受委屈，拼命想进沙龙进不了，蛮屈辱的，生意也非常差，理由千条万条，其中有一条不太被说到，但是非常致命。就是公众也好啊，甚至画圈也好，觉得太潦草了，这怎么算是画完了？这蛮致命的一个问题。历史上遇到像马奈画的这个《莫里索肖像》，还有莫奈那个非常有名的《日出印象》，
会非常陌生。怎么这样的画就算画完了？我们要退回150多年前去想。所以当时的报纸，巴黎的报纸就讽刺印象派，说猴子也能画这样的画啊。那么艺术趣味确立起来，你要改变蛮难的，改变蛮难的。17、18世纪的蒲桑啊、大韦特啊、安格尔啊，已经使当时几个世纪的绘画画到非常非常精细，无以复加。所以公众被调出这个口味来了，所以看不惯这个印象派的画。这个安格尔资格老，还曾经蛮长一段时间是沙龙评审委员会，好像还是个主席，就经常否决巴比松的画。可是巴比松像科罗，到了后来德高望重，岁数大了，他也被请到这个沙龙里去评画，他就有点看不惯印象派的画。虽然他直接影响了印象派，皮萨洛什么对他崇拜的一塌糊涂，但他有点看不惯。那更可爱的是什么呢？就是印象派革命成功了啊，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西方整个的画界明白了，哇，这帮哥们儿画得好啊，接受了。可是活到一战以后的莫奈，看到当时新起来的画啊，像皮卡索、马蒂斯这些画，野兽派的画，他也受不了，他觉得太过分了。所以这个口味的转变啊，需要好几代人啊。前卫艺术家如果掐在那个口上，他就要受委屈。我要说的还不是这个，就是绘画的规矩一旦破了啊，破了这个局啊，还不是一个画完不画完的问题，它另一个问题出现了，一幅画怎样才算画完啊？怎样才算画完？我这里单举一个例子，就是印象派老大哥皮萨洛啊，皮萨洛是一个憨人，也是一个憨人，他注意到物象的无穷的变化，无穷的丰富，所以他经常会到同一个景点几十遍、上百遍的去画。你就要去看他的原作，他画那些墙啊、草啊、树啊、天空啊，那一遍一遍覆盖，颜料厚的跟泥浆一样。我觉得是他给出了一个陌生的问题，对美术史，就是一幅画可以无穷无尽地画下去，你再也无法确定一幅画怎样才算画完。这个命题在他一个憨傻的老弟啊，就是塞尚那儿，那就走得更远了。塞尚的每幅画都打算不断不断地画下去，你们去看他的画，几乎可以说他一辈子的画没有一幅画是画完的。他留下来的画有1/5、1/5这样子，画布都没有填满，这个白布上面你还清晰地可以看到铅笔的印子。你相比梵高这幅画，他多少颜料还铺满了，他的画铺满都不铺满。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在乎这幅画是不是画完了，他甚至没有意识到。在一个叫做 Pontoise 的地方，青年时代的塞尚就跟着皮萨洛去写生，两个人对着一条河或者一个村子一块画。那么塞尚在那个过程当中慢慢找到了他自己的一个方法，他不太管光线，也不太管春夏秋冬，他在乎是什么呢？就他所谓的均衡。他说我要回到蒲桑的均衡。蒲桑是17世纪的画家，比他早将近200年，可他喜欢那种均衡，而这种均衡感，蒲桑又是来自古希腊，来自文艺复兴，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个古典的理想，可实现在他的画上是什么呢？实现在他的画上是他只注意物体的边缘啊，树的边缘、这个河道的边缘、衣服的边缘当中，他经常不画的。他很多模特是他那个太太啊，一个被他父亲不承认的一个没有正式结婚的一个太太，很多肖像，他太太穿的是好衣服，可是他画的像破衣烂衫一样，因为他只管边缘。那么2005年，纽约的现代美术馆推出了一个很学术的展览，就是皮萨洛和塞尚，专门把他们在蓬图瓦斯画的那些画，就是一张皮萨洛，一张是那个塞尚，对比在一起挂。你去看皮萨洛的画，他画的再糙，但是试图完成，试图表达那个河岸的这个光线和时间，
和氛围。塞尚不管，塞尚几乎每幅画都没有完成，因为他不在乎这件事情。这个时候他无意当中打开了他的油画，后来出现了一个名词叫 open work， 就是打开的作品。那么既然打开了，他就无所谓关闭。关闭一幅画其实意思就是说完成了。那么你去看十九世纪的画，一直推到古代，很古代有各种各样的关闭法让这幅画完成。但是所有完成的关闭的画有一个问题，你绝对看不到这幅画画到一半是什么样子。塞尚他完全暴露画画的过程啊，刚才说了布底子都流出来，所以你可以在塞尚的每一幅画，你去看原作特别清楚，你可以看到他画到一半的样子。这个是塞尚乐此不彼的快感，他不在乎他的画没有画完，永远处于打开的状态。那么塞尚曾经说，皮萨洛是我的爸爸啊，他感谢这位爸爸对他的启示。结果塞尚自个儿死了以后，他变成二十世纪这群最勇敢的这个大师，毕加索、马蒂斯什么其他一大帮人，变成他们的爸爸。为什么？就这些人从他未完成的拆散的这个各个绘画的角落，个人取一端，就慢慢出现了立体派，乃至影响到后来的抽象画。那么我这里要说皮卡索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一幅画配了框子挂上墙就死掉了啊，就死掉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只要不挂上去啊，这幅画还活着啊，还能来回琢磨啊，能够画下去。你挂上去它就死了啊，结束了啊。那么这句话只会说在二十世纪，提早五十年，提早一百年，不可能有人说这句话呀。那个时候啊，也就是说十九世纪之前的绘画，他从来不会想到这两个问题啊，就一个是一幅画可以不画完，第二个问题是一幅画可以无穷无尽的画下去啊。那么我不能没完没了的说下去啊，这个节目是100%的一个任务，是个定件啊，是理想国的视频计划啊，梁文道的策划啊，所以我到下一集一定会说完啊，希望大家也全程听完。看理想，另一种观看。陈丹青局部，每周二看见视觉世界的无数细节。梁文道1001夜，每周一三五日落后，说不完的文明经典。马世芳听说，每周四在流行音乐里听到台湾。登录优酷土豆，订阅看理想制频道，看见另一种可能。印象季由东风雪铁龙 C3XR 首席赞助。